大家好，我是何草媳妇阿纯。大家好，我是何草大叔。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老家扫墓啊，连续扫了一个星期的墓，然后昨天才到青州的。前段时间二妹嘛发视频过来了，然后我看到那个视频上面，二妹夫还在帮忙干活。现在都不知道他们这个离婚了、啊、这个事情怎么样了、啊、你问过没有说？没有。没有问过？是不是又和好了？懂他的。是二妹夫他在那里吧，他在我们那里住嘛，他要帮我们干活。现在闹离婚来还要去帮干活？嗯。二妹这个离婚这个事情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还有就是师妹嘛，师妹不是说找了一个中国的男朋友了？嗯，现在她跟这个男的聊天嘛，她在微信那里聊天。就是那个我老婆有个表妹嘛，是表妹还是表姐？表妹。表妹她嫁去湖南了，那个表妹给她介绍了一个中国的男朋友，但是还没有见过面。以前我说给师妹介绍一个中国的，她说不要，现在她自己去跟中国的男朋友聊天，不知道现在进展的怎么样了。以前问她，她说不要，是吧？不是不要，我还没看到人。没看到人，现在这个她还不是没看到人。不是的，她跟聊天，她送这个照片过来嘛，她说吧，这个还可以嘛。哦，他看到照片说还可以是吧？哦，看到照片还可以嘛？看照片呢、啊。然后这两天我们也是要过老挝了，明天我老婆的签证就是搞好了，处理一下在青州的事情，估计就是这两天我们要去一趟老挝，到时候再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吧。这趟去老挝最主要的是想带刘三还有肥虎去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完成他们的人生大事。好了，就说这么多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小姨子发回来的视频吧。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是前几天小姨子三妹发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妹啊跟二妹夫闹离婚了，还在帮忙干活，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反正二妹这个事情嘛，我也不会参与进去的，给他们自己解决。如果真的是离婚了，到时候再帮助一下他；如果没离婚的话，就给他们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吧，现在我也不知道。二大胆去山里干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蚂蚁窝，然后把它掏回来了。老挝人是很喜欢吃蚂蚁的，那个蚂蚁蛋跟那个蚂蚁一起生吃的。现在不知道二妹怎么整这个蚂蚁吃。是你
也许你不会懂我，送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年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翅膀走你。你要相信，让我们幻想童话故事里幸福和世界。你哭着对我说，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我，送你说爱你，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蚂蚁长出来了，现在把这些蛋挪在一起，这个在当地是一道不错的美食啊。看一下这里，又是一顿多么丰富的美味佳肴。有没有想吃的老铁啊？这么丰盛，看到都流口水了是吧？自从我们离开丈母娘家后，老家人就没能好好吃过一顿中国餐了。我们看一下老家人现在正在吃什么。嗯，那么啊。